Hello，大家好。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喺一个 YouTube 频道啦，叫做逻辑思维嘅听翻嚟嘅一个题目嘅，叫曾国藩成功学啦。咁啊，逻辑思维就系内地一个网红叫罗振宇先生咧，就所创办出嚟嘅。咁就咁點解會講曾國藩嘅成功學呢？咁首先簡單講下曾國藩係邊位啦。曾國藩咧就係呢個胡叔佬啦。咁曾國藩咁佢最大嘅成就之一咧就係平定太平天国之亂啦。咁佢嗰時就係喺咸丰年間咧比較活躍啲嘅。嗰時喺咸丰年間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太平天国之亂啦。咁跟住就佢就帶住阿李鴻章啊、左宗棠呢兩個勁人咧，就逐步平定咗太平天国啦。咁跟住咧就俾清朝咧封咗個爵位俾佢咧，就叫做係一等魏永侯。咁啊，佢應該係首位漢人咧，就封一個爵位俾佢嘅。咁喺當時嘅社會環境嚟講咧，其實都幾難嘅，即係等於你係喺即係港英政府嘅時候咧，能夠去到做到一個叫做布政司嘅一個咁嘅職位啊，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唔係唔容易啊，即係做唔到添啊。咁因為如果佢唔係能夠即係幫清朝平天国之亂。對清朝嘅再造之恩咧，都好難會封到咁嘅爵俾佢啦。咁曾國藩呢個人，佢究竟係點嘅咧？佢係嚇。咁我哋先由佢年輕嘅時候開始講起啦。咁佢年輕嘅時候咧，就係一個正正常常咁讀書啦嚇。咁大概喺20幾歲度咧，就去考到呢個秀才咁樣嘅。咁之後慢慢咁啊，照樣讀書，跟住就去考到舉人啊、進士啊，咁啊，最後咁啊，進入咗官場啦。咁佢進入官場之後，亦都比較順利嘅，好快就已經做到一啲喺當時嘅北京，即係清政府嘅首都啦。咁就都慢慢做到一個中高層嘅一個官員嘅。咁當時佢就同啲咩人為伍咧，都係。咁本身都係讀書人啦，咁自然同啲讀書人一齊嘅，咁啊都係啲清流一齊啦。咁個人嘅性格都係比較係倔強啊，同埋就都係講知乎者也啊，同埋就好講忠君愛國啊，好清廉啊，亦都係即係以君子自居咁嘅人嚟嘅。咁喺佢喺阿羅振宇先生個頻道所講咧，咁其實曾生咧，其實都係一個年輕時候咧，都係一個比較蠢嘅人嚟咁佢講咗個故事啊，咁、這個故事佢話都好難虛構嘅，咁從側面講佢個智商係如何啦。咁曾國藩咧喺佢年輕嘅時候咧，有個咁嘅小故事嘅，就話佢喺夜晚讀書嘅時候咧，咁啱有個小偷咧想偷嘢。咁啊，聽住阿曾國藩喺度背書，咁等咗個鐘頭，再等2個鐘頭，等你又等，點知曾國藩都係未瞓覺，未背好嗰篇好短嘅文啦。咁啊，終於個小偷都頂佢唔順啦，咁啊走落嚟就背一次俾阿曾國藩聽，跟住話點解你咁蠢㗎？仲阻住我偷嘢，咁啊，跟住就走咗啦。所以從呢個故事咧，就可以見到阿曾國藩其實佢讀書開竅嘅時間比較慢嘅，咁跟住就去到佢成為公務員啦，出仕清朝嘅時候咧，咁作為一個官員咁，亦都唔係一個好識官場嘅潛規則嘅一個人嚟嘅。咁頭先都講咗佢同啲清流為伍啦，咁啊，所以咧佢就都個人係比較率直啊，同埋就用咗
儒家思想咧，就去睇呢個世界咁樣啦，係。咁就嗰陣時啊，咸豐皇帝咧，咁啊啱啱繼承大統啦，成為皇帝嘅時候咧，咁佢就出咗奏章咧，就請求大家就去俾啲建議佢去改善佢自己嘅，咁啊即係請各位即係請嗰啲官員咧就去出寫奏章俾佢，提點下佢究竟佢有啲咩地方不足。咁阿曾生咧，佢亦都好踴躍咁啦，就亦都好誠實咁向咸豐皇帝提出咗咸豐皇帝三大問題啦。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佢佢話佢就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咁咸豐皇帝睇第一句，咁心一沉啦。跟住之後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咧。咸豐皇帝咧就係、是、比較係中意出風頭啊咁樣啦，係咁亦都令到咸豐皇帝佢嘅憤怒指數再度飆升啦。去到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話咸豐皇帝咧係、就是、一個即係花花公子啊，中意亂使錢嘅啊。咁跟住就咸豐皇帝當然頂佢唔順啦，咁亦都係想即係、就是、將佢捉佢坐監啊，或者係懲罰佢咁樣啦，咁甚至話殺鬼咗佢啦。跟住好彩嗰時就係身邊咸豐皇帝身邊啲官應該都還可以嘅，咁啊勸得掂啊咸豐皇帝，咁等佢小命得保啦。咁好啦，後來咧咁就咁佢之後佢。媽咪咧就過咗身啦，曾生，咁佢就翻佢自己家鄉咧就守孝咁樣嘅。咁就喺守孝期間咧，終於爆發咗爆發咗太平天国之亂啦。咁嗰陣時就咸豐皇帝咧就下詔咧就叫所有嗰啲嘅即係丁憂在鄉在家啦，丁憂在家嘅官員咧就為朝廷出力啦。組織民兵，組織呢個團練啦，即係我哋即係等於民兵咁啦嚇，咁就去幫手抗擊呢個太平天国啦。點解佢嗰點解咸豐皇帝要出咁嘅詔書咧？咁其實當時嚟講，嗰個正規軍咧，六營兵其實唔係好打得嘅啫，即係國家嘅正規軍係唔打得嘅嚇，因為已經都入咗關一段時間啦，咁亦都令到啲戰鬥都麻麻地嘅啦，已經係所以太平天国一出嚟嘅時候咧就。令到清軍基本上都係兵敗山倒嘅，都冇得打嘅。咁所以咸豐唯有就即係希望動員全國嘅力量啦，去抵禦呢個太平天国啦。咁跟住曾國藩咧，亦都係響應號召啦，喺佢嘅家鄉咧組織咗湘軍啦。咁湘軍喺佢打仗係點咧？咁相信都 OK 嘅，因為最終佢都係平定太平天国，同埋一個凡人都係即係你儒家思想治軍好嚴得嗰啲噶啦啊。咁而喺佢最初帶兵打仗咧，其實都係有啲問題嘅，即係都唔係咁順嘅。其實打仗打得即係都試過有次佢打輸咗，再自殺咁樣嘅。咁佢唔順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可能係同佢嗰個嘅即係處事方針啊，同啲同僚相處出咗少少問題。咁好似有個例子咧，就咁嘅。咁佢嗰陣時，佢帶住佢啲湘軍咧，就去一個地方駐扎啦。咁啊，同當時啲正規軍咧、六營兵咧相處得麻麻地。咁啊，佢就走去咧寫奏章俾咸豐皇帝，就投訴嘅。咁啊。咸豐皇帝一睇，咁而家信佢講嘢啦，咁佢係一個京城嘅官嚟噶嘛，咁咸豐皇帝亦都處理咗即係相關人士啦，咁就大禍啦。佢一處理完之後咧，咁曾國藩老兄咧，咁就當時咧呢嗰啲軍隊咧，即係嗰啲民兵咧，嗰啲糧饷啊、軍糧咧，就係由啲督府去俾嘅，即係地方大員俾佢哋嘅，咁佢搞到六營兵其實就係啲關係千絲萬縷啦，咁亦都令到佢嘅湘軍咧係
喺糧饷方面咧係有啲阻滯嘅，咁啊，所以對於佢領兵作戰咧，亦都唔係咁順嘅，打仗嘅時候。咁後來跟住佢再打下仗咁啊，一段時間啦，咁就佢爸爸亦都過世啊，佢就都死咗啦嚇。咁亦都跟住佢就寫信寫奏章俾阿咸豐皇帝啊，就話即係需要翻家鄉就受喪啦。咁咸豐皇帝嗰時就覆翻佢就話：哎呀，即係而家國家正值多事之秋嚇，咁你都係唔好走啦，不如留低幫手幫下手嚇，為朝廷出力啦咁啊。咁希望佢留低嘅。咁阿曾国藩咧就回覆咸丰皇帝咧，就話：即係我希望，即係佢留低咧，亦都有少條件嘅。咁啊，希望咸丰皇帝咧，俾佢一個督府之權。咁呢個督府之權咧，就係屬於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職位嘅。咁係可以直接去管轄一個省份啦，或者係你可以徵糧啊，各樣都好多權力嘅。咁因為佢唔想受氣啊嘛嚇，因為佢而家佢如果冇呢個權咧，又要聽督府講嘢，又要睇人面色做人，咁佢唔中意嘅。咁跟住就咸豐皇帝嗰時都15歲緊，哎啱啱就呢個時候，啱啱太平天国自己內亂，咁嗰啲咩東王奕王啊，亂咁嚟咁啊！咁啊，內讧啦，咁啊又死咁兩個，咁啊，咸豐覺得，咦，我都差唔多完噶咯，應該打贏太平天国啊，跟住唔掂一把啦，咁就，因為其實當時其實阿曾國藩咧，佢當然而家出名啦，其實喺當時嚟講咧，都唔止佢一個係識領兵打仗嘅，咁又頭先講咗阿咸豐係因為出咗個詔書咧，就去呼籲嗰啲即係丁憂在。在家嘅官員咧，就組織民兵啊，去抵抗呢、這個太平天国啦。咁計埋阿曾國藩都成54個人嘅有，咁即係佢其中一支部隊嚟嘅啫。咁即係多咁啊，即係好似咩胡林翼啊，咁就算乎後即係最初跟阿曾國藩做嘢嘅阿李鴻章啦，同埋阿左宗棠咧，咁其實都獨立出嚟咧，自己。領兵作戰嘅啦，已經係。咁其實就，如果既然太平天国就係完咧，咁其實都佢嗰個價值咧，其實都貶緊嘅，已經係。咁好啦，咁啊，咸豐皇帝就，好啦，咁你既然真係好想翻屋企嘅，就翻屋企啦嚇，早唞啊。咁跟住就曾国藩翻咗屋企之後咧，咁啊，足足翻屋企2年，2年咧發生一啲事嘅，咁發生啲咩事咧？咁啊，翻屋企啊，咁啊，梗系嬲嬲地啊，嬲嬲豬啊，翻去嘅系嘛，阿皇帝又唔理佢，咁跟住就所以就屋企成日闹人啊，发脾气啊，咁所以佢啲细佬咧都顶佢唔顺走咗嘅，即系搬咗出嚟住，咁啊系唯独少啲弟妇咧，就屋企啊受气啊，因为始终佢应该系，即系佢应该系，即系古人讲长兄为父啊嘛，咁其实佢应该系一个一家之主嚟噶啦，佢个爸爸妈妈已经过咗身之后，咁。喺呢2年期間咧，咁佢亦都係有嗰個反思嘅。咁啊，始終佢出去打個仗，咁啊屋企冇嘢做，咁啊睇書，咁啊反省，咁各樣啲啦。咁跟住喺佢呢2年嘅反思期間咧，咁啊其實出邊就打緊仗嘅，咁啊咁跟住就佢收到咸豐皇帝就嘅詔書啦，都係。即係想請佢出山咁樣嘅，咁佢今次就唔再退啦，咁啊已經係即刻就出山。咁佢今次出山有啲唔同嘅，咁佢之前呢就會今次出山呢，佢第一件事做咩呢？就唔係即刻去衙門，即係正去衙門上任啦，而係即係寫咗好多書信呢俾嗰啲同僚啦。各地嘅官員啦，就請大家update 下佢指教下佢。咁由佢呢2年，其實佢嗰個
個人都係個人嚟嘅，佢係個心境係已經唔同咗。佢個心境係佢今次一出山，嗱，我覺得成個羅振宇先生佢今次講呢個曾國藩成功學咧，佢講成40多分鐘，咁我覺得佢個曾國藩嘅成功學嘅重點咧，就係翻屋企之後咧，再出山嗰兩再出山嗰下嘅心境變化咧，先係佢嘅成功學精髓。咁佢個精髓咩咧？就係、是、一出山嘅時候，佢發覺，咦，以前咧就覺得自己係頂呱呱好叻嘅，咁基本上都唔好睇得起嗰啲人噶啦。咁所以就喐下咧就投訴啦，因為咁佢有權啊嘛，佢又可以寫信俾阿皇帝，咁皇帝聽佢講嘢嘅。咁就到佢今次第二次出山咧，佢發覺，咦，人人都有優點嘅喎。即係人人都可以用嘅，反而自己係無能嘅喎，自己係，即係嗰個心境變化好大嘅。佢係如果抽象，即係我哋語言啲嚟講咧，就叫做話係佢謙虛啦。咁其實多少係一個佢，我諗第二次出生佢多先似翻一個創業者咯。因為其實一個創業嘅人咧，其實你冇可能係。做到所有嘢嘅，佢只能夠係調動到身邊嘅資源啊。唯一要諗嘅咧，唔係諗自己能夠做啲乜，而係去諗下身邊有咩資源，有啲咩人可以幫到手。咁曾國藩咧，第二次出山咧，佢個心境變化就係咁啦。佢能夠去放低自己嘅身段啦，即係再唔係高高在上咁自高高在上啊，一個君子自居啦，就睇唔起嗰啲人啦，覺得全部都小人嚟嘅嗰啲係。咁而事實上，佢咁第二次出山咧係比較貼地喎，因為事實上，喂大佬唔係個個好似你曾國藩咁讀咁多書噶嘛，咁出去打仗好多都係冇讀書啊，喂兩餐嘅啫嘛，其實都係。咁如果佢即係佢以前咧就會用咗儒家思想嘅標準尺度咧嘅尺嘅話尺咧去量度。人哋嘅，亦都或者要求人哋啦，要求自己咧。即係你睇到佢寫信俾阿嗰時咸豐一做皇帝話要人寫信寫本奏章去講下佢嘅弊病，咁佢又真係戇居，真係寫咸豐皇帝嗰啲弊病出嚟。咁梗係冇好結果啦咁樣。咁亦都佢咁亦都唔見得佢出喺佢兩年前打仗會有好大成就啊！咁如果佢真係好大成就咁話，即係好打得嘅，咁啊，亦都係即係朝廷好重好依靠佢嘅。咁咸豐皇帝亦都唔會咁輕易放佢走啊！嚇，咁佢可我估啊嚇，個人估計應該佢喺佢翻屋企兩年之前咧，都係一個其中一次打下部隊，而又唔係好主力嘅部隊咯，即係叫做頂得住咁樣係。咁而佢兩年又出山咧，完全係脱胎換骨嘅。咁即係最終佢能夠攻陷咗太平天国嘅首都南京啊，係佢攻入去嘅，係即係佢嘅雙軍攻入去嘅。咁都可想而知，其實佢個心境變化對佢幫助係幾咁大。即係如果佢係冇咁個心，冇嗰個層，冇嗰個層次啊，個心竟然唔去到咁個層次咧，即係你辦唔到嘅，因為始終你去請教人咧，你都要係真係有咁嘅心去問，你先問到啲料出嚟嘅。咁如果佢係純粹扮嘢嘅話咧，應該咁講，佢一個儒家思想人係唔會扮嘢嘅，因為佢係一個因為儒家就唔可以講大話噶嘛嚇。咁跟住就。亦都係睇，因為咁嘅緣故咧，睇到其他人有啲咩地方可以善用到啦，咁所以佢就能夠調動到身邊資源，咁所以越打就越犀利啦，慢慢最後就將太平天国平定咗啦，嚇，咁亦都成為我哋近代名人蔣介石先生啦，同埋毛澤東主席咧敬佩人之一啦嚇。咁就今日嘅分享大致就咁多啦。咁如果大家對於曾國藩有
啲咩唔同睇法啊，或者係有啲咩資料補充啊，就不妨留言大家討論下啊。咁啊，如果想聽翻即係阿羅振宇先生嘅關於曾國藩成功學，其實佢講得好精彩嘅，我覺得講得就麻麻地嘅啫。咁你就不妨 search 翻喺個 YouTube 度嚇，打曾國